Sure.
是便是法，一切有情功。
Oh.
إن
J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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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我们的网络弘法电视台虽然是一个虚拟的空中电台，但它可以接引更多的学佛者因此因缘而踏入了我们的殿堂，让佛教能够真正的走向未来，是有生命的，是有力量的，让更多人能够在佛法的教化之下成就了人间净土，度化更多的佛菩萨踏入佛教，成为法门龙象，弘法利生，永续佛底慧命，心弘法利生，弹指虚空应相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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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放掌啊。首先先跟各位说抱歉，因为最近为了筹备我们龙云寺原址重建的动工，课程耽误了。那其实这几天也陆陆续续很多事情要去进行完成，但也不能耽误到我们的学习成长哈，还是要跟各位多讲课。毕竟一忙，和大家相处的时间相对的就减少了许多哦。这就是娑婆世界堪忍的因缘。这无法抗拒的，不可能同时要兼顾这么多事情，这是绝不可能的啊！除非是千百亿化身的境界了啊！在我心里面也一直很挂念着我们出家成长的黄金时段，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当然也期许的我们各位僧众，包括我们居士，每天都能够有听闻佛法。就像《维摩诘经》里面谈到了，诸佛菩萨之所以有大智本行皆悉成就，大智慧本行就是他的本业，六度都能成就，都是吸收诸佛的加持。
那什么叫做诸佛的加持？我在课堂上也有讲解过，而不是看到佛的化身或者梦里面的佛来为你灌顶持咒摸摸头就叫做加持，那也是一种，但那种的加持并不是我们所谓的能开启智慧的加持。我们天天都要有佛法的加持，就是多闻佛法，包括我们自己每天的拜佛诵经，尤其听闻正法，包括着我们每日的早晚课诵，都是诸佛菩萨在加持。难免我们在生活上会碰到各种不同的境界，能让我们跨越这个境界的是诸佛的威神之力啊，就是一切诸佛的威德力。那诸佛的威德力在哪里？就是圣言量，在经典里面。虽然我自己有时候事情很忙，多了一些，但要休息之前一定会多看经书，打打坐，念念佛。毕竟凡夫修行啊，还是需要仰仗佛菩萨的加持。但这个加持千万别把它当成在梦想，在一个梦境，佛来为你摸摸头，